那就过吧，那就过吧。什么来着？我们理解。天哪！在出现，我以为老想出现。我是演员，也是个演员。所以你有你爸妈在中国。问了正经，你铺垫了半天，然后我跟你说，你是冷场，没有关系。我们再换过来，把镜头都给他，镜头给他。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？因为我属猴，而且我性格比较像小猴子。我们理解。我是演员，也是个演员。所以你有你爸妈在中国？问了正经，你铺垫了半天。然后我跟你说，你是冷场，没有关系。我们再换过来，把镜头都给他，镜头给他。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？我属猴，而且我性格比较。